现在人们常常把经过特殊训练、掌握精确射击、伪装和侦察技能的射手称为狙击手。狙击手已经成为今天特种作战行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。狙击手常常是特种战斗行动决定性的关键因素。再好的武器脱离了使用者也只是一堆废铁。所以狙击手的训练和技巧融入狙击枪，两者成为一对致命组合。狙击是四人不备，突然袭击之意